并列就是常看病的只有朋友，搿只大家还要跟你收看精彩的说书电视啊！从今天开始起呢，你为内播出春雨疑云，江苏省平台头，请你看的江春雷、王清怡个人走上。江春雷、王清怡是1995年毕业于苏州平台学堂，同年呢加入江苏省平台头，师从台视名家余三良、王静。多年来学习并传承至上片台视马丽君、林飞奇案、钱大奇案、为呢梅花梦、三格四环官等书目。江春雷为自学至法律的课程，成为至平台高唯一的一位南京大学法学院士。好，首先来听杜甫去搭三位先师弟一道来合作的台视开篇《玉面歌》。花色交交关，与队伍下七万家汤头馄饨、鱼藤家各葱油薄饼包鱼料，生煎馒头、哈库旺么、鸡鸭血汤味大哈，糖醋炒肥肉、炒肥牛四家，西台茶叶蛋个哈肉小笼包，鱼粉油子海棠家么、方家蜜家、紫油家，豆香饭店哈几家，与绍兴高味洋务大厨最香可比四十家，炒蛇。炒虎牙、清蒸姜鱼、营养哈个秘制江华火锅大，有一只天下第一菜，鱼汤豆腐、杭州卤花银汤来吃，滋啦啦啦当上饭，好像昔日人家的廊坊火炮。八号店里花样多与樱花紫玉锦，不色水地板，对缸好别吃，珍珠三地板，花子自家吃个电动机器蛋，点对配点心，鸭子出头努力点，青鱼别蒸三斤子个苏州风景鱼板。喝不喝不成雨伞，自动台往真领钱。东京高级周二回个老王行里西正班，哈子马子火球队是阿是那个在地带，胡子发大领导个个模式飞机真西班嘛，为这浪出浪走地毯。火长兵与不服善于政治上借火感，四把不能五把干，你们人们爱应该，我没病吃人干，谁看一个电影感，菜品厂发财是自高菜品看，三里三里纷纷的让老爸路向走光感。服装店的花样多，一年四季赚了够日嘛。大冷天，挖些山，挖些嘛，上头大衣、鞋呀嘛，个大袜、马甲、小米呀嘛，当当五斤皮鞋他。春去两去，市场买条裤子都来样子大。男女女三空，品种有难挑。一到三五十五天，鸡脚山、大出山、头山、斗山、玉林山个土瓦凉啊，生意哈。十二日，风秋之外，忙个辰光，仔细偷来仔细挑，裤子灵不灵，价钿高不高，颜色太不太个，质量好不好？汤匙马上挖鼻孔，一扎队伍一封私信，相对这个摇摆起尾巴，北方声色好起来。我记得更年呢，三把雨甚至干，模仿金毛张志伟，十七手连真领钱个，十身笔记飞得干。三号车开出马来，银子柜台一圈一圈连着翻，位于北营金刚壁虎古井，实在很阿面。桃子吃盘盘，用满拍三盏，有个薄，有个甜，位于时间上里五颜六色，七千多块板钱，一走一走人疯癫。工艺上的个石头匠，领导默默看得板，年轻制作三重，我们水工厂做几十家，改革老乡五三四家，真是行业里头行业先。是我代理过的某个经常董事长得面，都说这是代销售么？成交那点像啊点，上进事情名气响了，世道不过才知道。水货便宜还是差的，水货真三七八哈，说法上的水龙凤，位于水货真厉害，是水中央水真强。去什么？上面的云不是不像一张一张，我人我一下红马甲子连云霄，松水云面谷，门子不不闪，顶起一口气，来不及一个先生的，微信大哥。
亲自西去八月八，这玉米干的腌菜采用自民间吃的卤鸡子，辣四分半钟的辰光腌菜一百多句了，腌做的快而发烂，慢而发短，不懂你基本功是唱不好的。现在呢，你到我为了台上配合麦子，也看到这玉米鸡子的变异风采。好，接下来请欣赏由蒋春来、王清怡自编自演的短篇台词《大爱》。通过革命烈士陈一梅的儿子陈一怡二十多年来对娘的恶为怨恨以及得知真相和一个悔恨崇敬之情，讲得知陈一梅辣辣民族大义大母子亲情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再送至华夏英雄儿女个人自身的人间大爱。一只节目呢，落日获得知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的资助项目，为呢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荣誉提名奖，请欣赏。1955年的中国繁荣更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今朝是九月初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为此庆祝抗战胜利十周年，中国人民大会礼堂里声望播放电影《十一梅》。礼堂里人目无声，座无虚席。哎，随了播种中有一位年身在满清墓穴的男青年，神情举止看得特别认真。随着片尾曲的响起，电影院戛然走向尾声，观众纷纷离场。而各位青年神女手的老仿佛为神经其中跟着个霹雳曲一打来给唱。风儿娘舅。嗨，神医。你看到我也走了了。干嘛？有人进来啊。有人找我。谁让俺家一个接待生，快去吧。哎，知道了。邀请出礼堂一路下吧，当俺家是个接待生，门老乡多多两句。不你应答，阿威的嘴头上轻轻将罗门慌一推，李相叔是一位50几岁美貌清秀身着洁白的女性，现在水里脑子样么子真难看，听见声音对慌一推，映着眼里的是一张端庄斯文的面孔，为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那鸡马上有一点死人相识，刹那之间整个一个心为的病一天十九个手里各位不说自卡但自卡与以柔人然的关系。请问是您找我吗？可乃进来你放屋睡里个么子你妹妹这里去来，你就是陈叶贤。是啊，我就是外交系的陈叶贤，请问您是？想，真想，真是太想了。老人家，您，你的爸爸是不是叫陈大邦？是啊。姑姑叫陈松英。人必是通知是你姑父，你的小名是不是叫宁儿啊？是啊。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一人激动眼里我来追上这去努力是扎一步扎来，找得我好苦啊。弄得神医睡说不错。老人家您别哭，您怎么会知道我找到我，或者您认识我爸爸或姑姑吗？不，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你的妈妈。孩子，你还记得你的妈妈吗？妈妈
身有一个表情熟悉人格。从几时起，你就晓得自个是个被抛弃、被寄养的小人。你是因为爸爸上你的棍啊，自个只能当妈妈相依为命。是啊，虽然自个三岁不到的辰光，妈妈都受罪了，只留下一张纸片，从此不见。搿点你说分来过一封的事情，父手是个气嘛，无赖的是父亲的失望，甚至于谁嘛？妈妈已经从你的生命中彻底消失了。他说：“一股怨气欲入何生？”对不起，我从不记得我有过妈妈，因为她早就把我抛弃了。如果您今天是为他而来，请您原谅我要告辞了，因为我实在不想谈起他。孩子你别走，我晓得你从小没的妈妈，你心里头苦，但你要知道你妈妈不是有意要抛下你，她是爱你的呀。爱我？爱我就是把我寄养在别人家，从此不管不问。哎，我就是一去二十三年，从此音讯全无嘛，生而不养，这难道就是爱？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她也是实在没办法嘛。请你别说了，既然她爱我，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因为她不能来见你嘛。恐怕都是借口吧，因为当年我只不过是他的累赘，所以他选择抛下我，找他自己的幸福去了，是吗？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能让一个本该尽责的妈妈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三岁不到的孩子？您能告诉我吗？或许他有千百个理由，但对我来说留下的只有伤害，只有伤害。好，既然您不说，就让我来说吧。当年他丢下我不管不问，现在他老了，而我长大了，所以他就又想来找我了，是不是？不，请您转告他，我小时候不需要妈妈，现在不需要妈妈，今后也不需要妈妈。哦，孩子，你真的误会了你妈妈，她不是不来见你，而是因为她早就不在了。风浪子，您这是什么意思？你妈妈早在三六年就为康子而牺牲了。斗酒声声滴血
哎呼深深那这医生醒不了，这点害我拿以往的猜测觉得分散，沈医生可被你当的重重一把。怎么会？您不是在骗我吧？这么多年，我爸爸和姑姑一直在找他，毫无下落。既然他早就不再认识了，您怎么会知道的？您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找到我？您怎么会知道我家里面这些事情的？我怎么会骗你哦？你妈妈原名叫李坤台，字素玲，后来改名叫李草，我叫李坤静，是你妈妈的儿媳呀。阿姨，难怪一见面就和他似曾相识。您说的都是真的？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个一切都是真的。沈爷爷努力使自家的心事平静下来，那么上前搀扶你坐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您能跟我说说吗？你妈妈一九两六年看着王普军也落去，后来留我手里，那你是得了离世。在你抗这些，我才晓得你妈妈在人手里结子婚，为国渔阳之内，我到处在找你们，可就是找不到啊。实在是一枪东北抗力走着不动去，但你对落着情况心脏哦，我脑子再批不离多口，
结果你都一眼神认出了你妈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你妈妈娶了东北，还改了姓名，她就是名闻全国的抗日女英雄赵姨妈。赵姨妹，她是我妈妈，我妈妈是赵姨妹。我这里还有些东西，你看了就明白了。行了，袋子让这新风收不了。婆婆的心腹挪了水里想吃宋玉翠君，上一面是你的妈妈，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你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你哈不用心，我心腹的想法是吹之出来，这口气一张新妻子上女放置一张年代具有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子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小人，那张照片几乎说是那个不是自家他妈妈的唯一合影吗？这张照片自家合影一张，每当想妈妈、恨妈妈、盼妈妈的辰光，我舍不得拿出来看，即使又恨妈妈，但这张照片是我的附加值。看见照片，眼底得光而炽。您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这张照片是你妈妈本来一直带在身边的。为什么当你晓得要我想当女眷，为谁是牺牲，谁去把你个同学拖离浙江哦？最重要的是，他托我。一定要找到你，照顾你，好好的抚养你。你妈妈从来没有抛弃你呀。这个李香为于你妈妈，在那给了李香小的一岁时，跟你妈妈来让去隐藏的路了，用隐藏的走势，累不那个意思。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的心里头只有你，他只是都在想着你，他的宁儿啊。这个他心贴高挂，喉下要顶起，你充分想过自家又恨盼望之伤心欲绝的妈妈，为了以伤重身份再次进入你的生命，是是的，双水荡开心情。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母亲与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只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了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个一路滴血的文字，像一部刚正扎进神一样的心吧。
难以置信啊！各位水人可言失踪坚贞不屈的英雄，谁是自家的妈妈？电影中一幕幕情景顿时也浮现了眼前。杀一枚水上白布后，时刻把光子里的这颗牙齿。是在这出神那个客人，你始终牙紧牙关，一言不发，阵阵不得动啊！隐隐随地已是遍体鳞伤，在于丧心病狂的时刻，为你狼狈，吃掉自己的遗体。想着妈妈受这个客人，想着妈妈在于四国夫人，想着自个对妈妈的种种恩惠。这个那心事的原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妈妈，把自个血脉相连的妈妈，而且你第一次感受到妈妈的深切爱意，妈妈分忙记得了，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你还分忙记这样控制不了自个的心事，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孩子别哭，妈妈不在这儿吗？妈妈，是您，是您看我来了吗？是的，我的宁儿，是我来看你来了，妈妈。您真的来了，黄昏迷离，深思。
么多年，我一直好想您呐。宁儿，妈妈也好想你呀。不管是冰天雪地的战斗前沿，还是阴暗肮脏的血腥牢房，妈妈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你呀。我多想亲亲，多想抱抱你，多想陪着你长大成人，多想再看你最后一眼呐。妈妈，我现在知道了，您是爱我的。可当年，您怎么舍得丢下幼小的宁儿啊？傻孩子，哪有妈妈舍得抛下自己的骨肉啊？然而国难当头，生灵涂炭，这国都要没有了，我守着你还能有什么用呢？所以尽管心中万般不舍，我也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为民族大义而各舍骨肉之情。只是妈妈对不住你呀。不，妈妈，是我错怪您了。23年了，我终于等来了您的消息，可您却早已与我阴阳阻隔。因而我再也不会有妈妈了。别哭，我的孩子。是的，我死了，可是死并没有那么可怕，人终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为国家民族，我死而无憾。希望你能理解我。妈妈想把在狱中所做的七律送给你。誓言：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洗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谁贵啊，妈妈为父不能生息死，而奴差也在了马与妈妈分行大阵。妈的心的悔恨是我不该嫁你又嫁你成，你们为了自己撇心身，知人咋防御心？那是你们为理想为人民弃君主代天爱神，为谁又甘愿谁飞燕那比鸡灵伤心一生，分作的妈妈你怎能生那伤，谁那妈妈的身疼得了你儿的心嘛，家孩儿该让成的痛着心，那才是身为将身世。
生谁相顾，是非之梦里心妈妈呀，是今日的美曲红着身，谁又送身问一心，女儿一生长大你一直要铭记心，你的愿文才够早黑亲，淑女衣裳我心眼。其实你的心结终于打开了，刹那之间你就不是李家之妈妈，哪有子女犯自家的父母，父母犯自家的子女呀、啊？正是因为心中伟大对亲人深深爱，正是因为实在亲人般爱了普天下千千万万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尽职不舍、用尽血液对国家民族真挚的爱，才使得这对夫妻的生命谁负黑记。不是他告诉你赴汤大后开始赴死，上至杀死大爱抚江，爱个才是真正的爱，爱个是爱个最高境界，爱个是一种夫生的大爱。春蚕到好死死不断，留真恩他人一方寒，风儿娘就白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妈妈，我爱您。好，今朝节目就到这，明朝呢，请大家继续欣赏《春日宴饮》，江苏省平台头，请你看里讲出来王青怡个人走上的传奇部分。再会。欧农亚运将抛擂上，春日宴饮康里行程。今个节气，何卫东讲出来王青怡个人走上，畅享平台海神影。可以变得真有朋友，可是大家还和你是可精彩的收视电视市场。继续为你播出《春日宴饮》，江苏省平台头，请你看里讲出来王青怡个人走上的传奇部分。先来听听开篇《车头风》，这个是由江苏省平台头的著名平台作家岳仙亭老师谱曲的。讲的是南宋诗人陆羽搭唐婉凄美动人的爱情悲剧，表达自你读眷恋之深的相思之切，抒发自作者欲恩谁苦而又难以言偿的凄楚痴情。
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罗玉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虽然这个爱人却是非常悲哀。本来的他表妹唐婉结为抗议，夫妻恩爱，分享他却引起自己两个强烈反感。嫁给唐婉名不下，硬逼罗玉努力休他。一别罗年，再一再婚的罗玉，那生于他已经改嫁的唐婉不期而遇。尽管辈子旧情难忘，但是夫妻难续，一切已经是无法挽回了。意外的重逢，使唐婉悲喜交加。生儿叱咤天涯，终日与千帆却难以牵手，只能送上王的美酒，两遍称心。有时的大呼一的刘氏在在称色一生，而罗玉却十分伤感。为谁往事不敢讲谁，谁了奋江龙底下子个一圈气够写唱初的风，唐婉都是恩受神伤，既然后来又却初的风，从此也有神仙不都是比鸟运相仙。七八年过去了，多少童年心事的往事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而这两曲初雷锋却历史至今，并且大致是唱。
上场的是四仙花旦贺卫罗、梅梦蝶、王柔清搭陈心怡，你都才是有三俩王琴的好嗓子。那么作为江春来王琴一个三姊妹，特别抱着一只三叠连唱来做演出，那么大家唱得哪哈呢？一起来欣赏。下雨声，下呀雨声，
江苏省平台的青年卡里江村来王庆怡个人走上热闹非凡，福袋请来自同门师弟师妹们早已出，还有呢两位资深的帅哥，他奉献一档三档平和音乐线为父子皆兵。那么你到两位是啥人呢？哎，不用我交代，你到一看谁写的字。父子皆兵呢，这个是音乐里向的一出。那么我们呢是十八公，恁奶呢是青阳门，所以这个诗呢是你有点弄出来。刚刚那人讲上人是爷，上人是儿子，这个蛮难说的呀，这个哪可呀？一有台上像南北走走嘛，整个我来走，当时娘会害的啦，对。你那昨日帮我起谋子几十年出，那么难得呢，娘呢他个便宜好。哦，我懂那意思，我懂那意思。这个以前嘛也喊那杨叔，今朝也喊上那杨叔啊。哦，别别别，可啥事？今朝呢，这个看了三个方面，我得吃快点。一个方面看了这样出来王庆怡了，另外一个方面为艺术做点牺牲。第三，再是呀，所以都看了今朝马子玉来听诗的各位听众。哎。那、这个是叫啥呀？哈。拉祖先听客比你拉的多了，那份上得听客高难。织牛张为了要一统江山，关照兵马大牛山上御春，对待西风将侯大海，领兵十万，兵进浙江。浙江那是太岁王方国珍的地盘。只有张大军阿军，他们兵来将挡，势来投敌，现在双方就围住了狼，举这一神啊！什么？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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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这个无流量杀杀欺君爱母，杀身正体。方国珍是丢个大女才斗金路，大号这个人物，冲到人们啊的不好隐忍，杀得带个织女这个部队一哭，快了！红颜郎向部队是迷迷茫茫，人山人海，铺天盖地。哪位将军前往讨战？我和元帅且慢言。打出来也有些强，因为那马背上向来看不出那个高低。对郎向说法子经过十里干票，身郎向王金守之力官家九腾的十八扎龙心剑光华四杀，加来军金。给雕瓜坐等云根后驴之学，况下王彪之马叫威风凛凛。这个啥人？你谁是这个方国珍的几女子哥弟下也是西风将叫金德基，一个牛塞地将打出来我和元帅相见愿那王啊
如不拜父，一声啊，失望之让泪，给到红衣郎像个上女村已经可见。宫内有将军，你既亲，马相好，谁之丧父，身得亏我。可这个马相，本是肯定人的。那位将军前往阴乐战，我元帅，我回来呀。当心了，下文的。这杀气的金戈出去，三个三米分谋，已经打出走来了。你第一个打出来，第二个只能再上去，不晓得第二个上去了，两个只米分的已经包来了。第三个还是勾起对方大爷刚三分举起来，那个出来已经打出来了。上玉成一空，喂，这心里想我是，看上去跟小将本事真的不错。边上一个人看好了，看到给打。个本领的打来哇！啥人呢？对对，西风将侯大海，这个小王八蛋，那这个谁是侯大海的不好？那个生活当中，谁个讲我打的人啊？磨起三门，谁是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发布啥人开车开来的，中国是磨王八蛋。那么我也是到武大海啊，你磨出不是人生的王八蛋嘛？今朝你要磨出报应来。这个老人啊，将军怎样？这个老人啊，看上去他们回来嘛，只好无来的话，你将军哎哇，哎我这个叫老将出马嘛，一个顶两个哇，将军担心了啊，有什么？这个来来来来来，帮我扛家伙啊，扛家伙啊！是大将军，怕的意思都高上一人高大的我两个是小兵过来，高上本身就熟。哎呦哎呦哎呦，扛过来，大将军，上轿啊！来个这，啪！慌，开塞举斧啊！猛真是鸡高浪响一杠。这个你们过来，大将军，这个马上打部电炮。这个跑要点的响的啊，把这个小王八的哈萨特拉打。好嘞，哎，来来吧，来吧。老子擦个屁啊，比你响吧。啊，个马一炮啊，看上去今天要出卖的人。等到距离打得给我们将马家家雷死，距离近的呀，耶，打不到真的长得像了呢。咦，这个小王八的你那还打不长得十杠像啊你？十杠像，所以呢，爹爹亲亲亲三个儿子，大哥说不对，可你那副姓侯姓金呢？当初高是要有戏的人光，谁打男人是个老有戏的一样子，你要还弄个名字啊，你总归要有个名字的了，个好不打还是别打，要女小子，女小子才比吧，这出来送头进去是吧，介绍个意义所以往轻易吧，大家没好听啊，男小子哎，这个慢慢讲，哎，你要老子是一起出出行，这个要动出出行来介绍，把对面你们老不上听见，哎呦个老不上对面人生到底相知相闹，到底相个名字叫德基，打德个德居基的基啥个意思，众人要有打德居基终身，这个还是阿弥陀佛是菩萨个心肠，没好洪大海听见哦，德基德基没大路追出来，到屋里的两个字已经弄出这一个字，没好德基你叫德基喂主席，这个老婆名字鱼子呱呱叫，这叫啥呢，叫德吉，告诉这个德吉嘛，你说呱呱叫，可能他刚刚说个德吉嘛，呱呱叫鱼德吉啊，说叫德吉啊，我打你肚子一打肚子一得了一道养出来的，可啥吃一道呀，啥叫他那不能想出来，我老婆让意思在弄错，
二十来好大海窗子好大出去嘛，高山娘子一钩子拿下那抚养帐头啊，天碰到方国珍叫人有人发个那是有问，方国珍来得个欢喜个小奴，拿伊收下来做自己妻子，甚至假使要告你本子个小奴天生的欢喜，来得了十五辈妇女全全家人特别欢喜，用一代拜父，那个那叫寓众侧重。所以呢，洪大海不晓得嘛，小奴自家不晓得。你得看见他有风过来，也有讲过哟，那生得美好啊。像江永生有点灯笼壳子个味的，鸡飞龙生对打一个猴，那门口，哎，来这样，捅了一个啊！阿是你连五个名字不晓得，哎嘿，说看看起来呢，你到底是年纪轻，嘿嘿，资历浅，哎，外面见识少啊，五你也不晓得，五这个名气响得呱啦啦，五这个本事横出牛蹄门，那么你听好。吾呢是对待西风江永春回，吾个名字叫胡大海。哦，但我养还是西风江，不过你比我懂得来的叫永春回，大分听结果永春回不晓得，江永春当年得了什么那么比了、胡大海的名字都晓得个有点名气的，不过现在像今朝你爸爸我手里出卖的，那今朝我拿那洪大海当的比着庞大海那要试试看。好，放马跟我来呀、慢慢瞧、慢慢瞧，是那样得了嘛，到底是洪大海，那边口口边那里就还在讲学学讲学学，虽然老乡当仗从来不讲，你刚刚已经口出来自家承认了，想过去三个这样过个本子不必讲个，半个文盘已经完走了。不是我吃了个本子不得了。那谁的个怄气大力打暗上，暗上肯定不来，暗上不来，大力来吃血的。个侯大黑也吃到血的，这还要的不得像飞门开掉枪火，还要呜呜的看各种各样本子都得了不得了。啊，这个慢慢讲，慢慢讲。是的呀。啊，这个五行门里啊，啊，这个我带你两个人打这个规矩，你啊懂了呢？规矩啊？哎，现在想搞个违规矩了，我倒不晓得。什么规矩啊？啥子你不懂啊？年纪轻啊，弄不清啊。我带你讲，样样事体侪要讲规矩，没得规矩不能防御啊。对，现在为啥这个老虎苍蝇做起来这么多啊？随着他们不讲规矩，我带你讲。哎，你看汪总为啥没得做起来啊？他因为讲规矩啊。对，只有我带你讲啊，样样事体要讲规矩，你要懂。好、哦，妹哈，这个规矩听听看呢。那、嗯、你大问的呀，什么规矩啊？这个规矩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全部都是用斧头的，啊，等些地呢，无用一路斧头，啊，那么无论让打你的辰光呢，你只能招架，不能玩水。哦，那么等到无这个一路斧头用它呢，你再来用一路斧头，啊，那么你来打我，那么你打我的辰光，我还是只能招架，不能玩水。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比比看，耍人的斧头狠。哎，现在想各个规矩倒蛮好，倒蛮公平。你打我，我打你。搿你打我的辰光，我还好看看你的套路，我还好欺上不斗。好，谁仗你的规矩就要这个量。好好好。打乡里问你。哎，你讲。一路跟我三百斧。哦，我三十六斧。你呢？哈哈，七十六。老子三十六，他七十五，比我多一百。我一把斧的，他两把斧的。哎呦，看上去我是今天吃亏的吧？哪个来问你？啊，哪一个西东的水？啥人西？肯定我西东水了。我不懂水，我吃啥个血的呢？我跟你讲啊，啊，这个我呢三十六斧，你呢七十二斧，
我呢一把斧头，你呢两把斧头啊。那么五七块个，但是我老老想，我年纪比你大，资格比你老，名气比你响。这整体呢，我都让让你，我让你先动手。别，少讲公平，公平一切侪要公平到底。记住你谁都发现我，那么我不应该让你先动手。既然你随便发现我们了，我要让你啊，谁啊弄个水？反正我不当你讲，我要么就要让，要让让到底。我鸟你举我怕，我要让你挑三挑，我让你谁啊？我让你，你不动水，我也不动水。我敢，他比我还要敢。不晓得哪个王八蛋养出来的。好，那么记住这个嘛，这个我要罚他七个字，请，请。你到三方怕水里要斗气才两下，你也等我差不多了。我刚刚听见那声音，这个公道已经崩断掉了，那个地方当然。你这两匹马绑头啊，等到给他距离打得够嘛？哎，来个人，看谁要顶上？黄铁马呀！当啷啷，插了高上洞开，两匹马擦肩而过啊！一个胖子手鼓了个野蛮的，一来个贼来，与得为要插，慌了呀嘞！高上热洞开，这匹马哈扫这个几个车子围过来，哎，一来个贼，这个马的一让。哎，这个马屁股啊！扔扔扔扔扔！哦，个红大黑今朝开心啊！砰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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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娘了啷劈！至少出来不为谁个要带个啦？一副里一副一副，这一副么金娘了啷劈？那么劈个小奴，走过他一起，上天发为谁？有这么当当忙起头，又想为谁？想着要遵守规矩，才还高上再说出来，所以没办法，一直当么急，这是糟糕。不为谁，胡大黑子越骗越起劲，还要一副跟一副，一副这一副，一副这一副，一副里一副上一副后一副中一副右一副，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这不骗得了对方忘记他的一二三为谁？俺拿个手机里烫一滴，嘿，放在忘记规矩。哎，这不你要为谁？烫手机里也是一滴，这个规矩放在忘记，骗得个起劲，给那个大牛在上路吃个老油哈口哈。上雨村一忙，一阵这个胡道黑个本子呢，能个动呢？车上发挥啊，能不能按这个本子？对方个将军不必讲了，当这个对方两口子这一招搞没回事，你这把对方要回事的，这口子阿王拿个手机烫这个一滴，对方动也不敢动，你这把烫也是一滴，对方动也不敢动，阿王阿伟遇上个谁发了啥个么子劲啊？龙我天上。好大好嘛，砰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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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来劈，劈到阿模样，也来个贼，这个太岁要顶，我很满意嘞。哎呀，你大爷要卖我来呢？这仙人上来安劈我来啊？跟他怎样劈下去啊？你劈子就好的呀、啊，能不能？你劈了都我杀我服不了。劈脚夫，你是搞弄不清爽。哎，这个不啊，我劈子三十斧，三十斧，哎，三十，先出来了，别夹在里，差不多，嗯，快着，啊，笑不得了，哎，那么你听好，来个人，这个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来、三十四，那么要25载，我哪也来，那也要埋着呢，应该塞着。发短25，你听错他个的。您啊，哎，本来就是25啊。这些才来不得手昏头呀！哈哈哈哈，您谁您？哎，谁收你二老
本来就是二十五，那么你自己要记记好，数数好啊。来个子，这个二十六、二十七、二八、二九、三十五、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我好满意嘞，你那也要买配的蛮顺意的呀。那是因为我不是意的。哎，不，你个一两三四的四三两一给你带来个介绍。你这样一大委屈了，还是你可来副动作啊？你看呀，现在这个电视机那个广告似的，今年还什么明年十八？要么你是个老王八，哪个些都管负责？啥个人啊？这个名气跑的都来，这个都是个老皮的角色啊！哥们些都三没喊了，也试试看啊！今朝我副委是我这样喊人呢。是那副委最好演的，哎呀，当得一那个出来给叫我喝的热血的热啊！龙龙套色啊，定了要到位啊，干青衣色的那个，哎，到底一动脑筋有的，好，想不得了，来呀来呀来！哎，我也来个子，这个泰山压顶，怕你一副的我嘞，那么小出来牙齿咬咬，吃哪哪起来拿出来吃吧啊！嘎嘎一记上我们好不到还塞比那些嘛的嘎嘎来到头子疼得来疼得来真正不办法应用嘎嘎两者是一个后可以正得来刷出来是这个娘胎从来分吃的够三个来到三个桶水里像个副队挪到位娘的了各部副队啥飞个飞车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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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挪到得金子分钱的了小的苗队副队用尽车子磨的用把折身来人倒打打的打到落到去现在两者在准备好两部被服打了吊到走心我的要雨水吐出来帮子里乐嘎郎打一波炸老公啊一盘梦见了没钱那习近平两接服不了那个副队要么等着我龙福清爽的佛是不佛佛佛是无佛而佛的你要么让我父弟行得来我再来一趟你饿一点吧啊回地了等开我他再来吧小小的江永春汪正武两位朋友名叫一直致力于培养年轻演员都有个年轻人白组上总能看到你们两位忙碌的身影字啊，作为差一个也不能少。正是于是像江永春、汪正华埃的前辈名家们不遗余力的扶持，年轻演员才有之平台艺术的深厚享受，绵延不息。明仔呢，请大家继续欣赏春季演员江苏省平台头，请你看的江春来、王青怡个人走上的第三部分。再会。在这个房间里向们，拿着军马啪一踢。妈妈，王妈眼睛大，将军，两高头三个像都来军方面雨后应开，俺、回来了，哦，将军难辛苦子，眼睛拿着麦子，衣高浪下去过一过，将军，那样不够啊，那那三日三夜翻折两次，那忙了。俺外面公事忙哎，王妈，太太热呢？哦，他们三个队里头有点不大姿势，上浪向宽腿一些。那么这样就，男二要先到舞台，让他看看唱唱唱，调调精神吧。王妈想，俺又上新路的自带舞台去，别去顶那个风气。常看平台新的朋友，感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继续为您播出《春雨疑云》，江苏省平台头，请你看的江春来、王青怡个人走上的第三部分。
场上的各位重量级嘉宾啊，谁是江春来王庆银的师母王庆。今朝呢，你到开山门弟子办专场，那么王老师心里想呢，十分激动呀，特地演出自家的老师师母慈心医院王妈和冯来一道来欣赏。辰光实在是快，搿些辰光江春来搭子王庆银，一个呢一米八三，一个呢一个也一米六八，我呢只有一米五十八。那么搿个江春来白进来，单凳子我师母王，我吓得来后门口弹出去的，因为搿些辰光我自家只有廿五岁了。那么俺父亲那个日脚哪还来够个？搿眼睛一眨，我虚岁我得还有五十岁子，我想想不够心，我哪已经五十岁子？来看呢，孙子两个学生子，跑到头发今年浪向来的，今三十，穷人我开心着，十八岁也刚子出来的，是吧？那么刚刚你都呢唱了一首《空腔东南飞》呢，是我的有三两十来年门前的作品。那么今朝呢，是平台呢，既要传承，又要发展，岁岁随时传承。那么今朝这样子学生子搿个专场呢，我们还要来练练自家的嘴巴，觉得自家的嘴巴呢，等得不得了。你都不见我唱开屏，我还要唱着。那么因为先生呢是担当，那么我儿子呢担当还没啥唱出来，那么我今朝就传承你先生的么子。你先生这些音乐里向大家侪晓得个，再在侬身上么子，随时一张全红毯。那么他全红毯有难度的呀。那么酒不离水，吃不离口，也经常里天天唱。那么台浪上有底气的，搿头名特里特里四代子已经监管年数，今朝不说唱得力气，假使唱不力气嘛，你都别管我，要原谅点个啊！听听全红毯。是的，水池上四大里么电灯开关全花线，天水个羊顶白铜的么子上只裤子黑水里浮水的，莫如水动万物，自走列车齐发出，全二十那个鱼带手，三头马桶带水果，三年我路铺汤锅，一动脚路拉起步个贴风球都人步，每天做过一亩五亩好上麦子，但是过个三处干一天门手，等谁带个挖水边，王要是一有本，说完这个一粒芥末好把背水一顿斩，铺水看个鸡腿蛋，眼睛裤子动鼻炭，手不指个谁家蛋，都是灯牌动力板么阳台台子上屋的，铺出门发落袋，特地帮个金灯板个墨鱼鱼个好干干么好干水板磨砂袋，头里点花地板，布面水晶像阿块，垫着缸个火鱼山，张裤子上全上三个鱼身袋袋，坐开来么撑杆杆嘴吹嘴背，一扎塞头对，只有不对搬鱼饼个挖回不个捏柿饼个鸦片一顿下里拧个鱼灯锅美鱼灯，缺口货品点工人，事情上动力本，我送你到四姑娘个千里千里说一遍，神仙封了我背灯个芝麻袋子塞塞本，再把子皮用粉啊子冻成狗，灯笼挂是羊封了个三三子我说，居民棍子做围笼个挖开子杀成龙，三红戒指举上帽，金叶子冻下龙，麻金子加龙个不睡觉子开大口，他不止是说狗，南不中青山唐龙个颠覆大女四张口个下去不吃膀臂膀带不要我们委员带五三头，有个子我们只有一双手，一个子然后领导今天都跟等亲戚下董事这么念念个弄一弄。为谁叫我来？你怎么来了？你咋来淘宝？就要太老么子的，等一口气哪来得及送？为情只为呀，牛粮，
来三条，你都没来那拍水，我就是来海对的。万一一去忘记他是真啥活该，给他的眼睛盯烂了海啊是。三条三条，那么十一位地仙演员买三块，地仙演员呢，这个一部书我非常非常欢喜。那么这些辰光，根据你先生各位担子头里向呢，随到有三两拼当，我自家买不上去。我口中之有三两呢，随说自己个书，那么就分十几三元。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还有一位书，我是三姑娘处女秀，我在其他场合从来分十个的。十八岁庚巳旦以在，今在是第一档，说的还不还没，这还听他们评定着啊。但是先生不还比的。圣母喜，自从不了雷德是波州之黑，心里想一进了老天气自高的自己婚夫费家日，特别是今在亲的初七，记得龙的初一，家是他的分别的辰光，凤喜哭得嘞一得不准，家是安慰你，是凤妹啊，你别哭，我龙的初一动身，亲的初一被走嘞。亲个初七，你一来去不想吃啥海？但搿些辰光，天郎女郎相会之女，地郎侬将是重逢乃逢妹，搿个几乎于意思。但是凤喜走了，现在搿个女郎不晓得了让天涯海角，真句呢，本了个只女魔王想得来子，真是黑门是黑，想着就是。心里想一人心数么两朵眼里，上头娘是王毛才口喊嘞，还写着改个涛涛了，心里想实在是实在是难过，说涛涛你阿爷到外头去对对吧，今年屋里自家闷下去了，也闷出毛病来个，葛么凤喜想自家，但是今在雷德是发了海，让我到石沙海去一趟，连吞我自家个相思之苦。所以凤喜大致王茂为师的卫兵来到十三海，钱嘛挣个钱，刚刚到十三海，打五车子，接下来就到肥江书记不知而去，当时个灾民呀！哎呀，凤喜家教书啥辰光吃药了？给他精神力个讲，他是来了给他精神力想吃药，不然雷德是写的可是不得了个。你原来心上的弄得不全，性命不保。所以凤喜一急一慌，搿只将石井车子嘛碰，车门关上，一米而去。王妈，回去。三叔娘是王妈聪明人呀，看得一清二楚。刚刚涛涛打我车子，只听见对面坐棚子里响，哈一声臭叫，王妈头抬起来一看，坐棚子里响一个小猴子，接着看见自己个太太，眼睛急出嘴巴张大，别说这个，这个小猴子我可是吃准了，吃准，不是别人，肯定就是你太太过去的情人，你个未婚夫，这个费家事，哎。别光了涛涛也是个那个我哥哥俩高兵们春节一带了一带我以前这个涛涛没办法去告诉那个雷德士别是一带子个斗命个等快的一搞的春春也三四带了呀那个涛涛也是个伤心了是个那个不过王毛心啊涛涛你不能哭个呀你一哭也哭出事起来个呀王妈心上没害为父过哇啦哇啦安慰只好催得了你到边浪下青铜的涛涛你晓得呢心里难过个不过呢今朝没吃苦个呀那一哭又哭出死气来个呀涛涛见你一撒喊涛涛没听我王妈打心为父可为么来军来先锋，一起大吼呀！你枪拍那神魂，心里有的慌。所以怕人给是落泪来的吧？太太，难不要哭。俺的四个军务兵，四个杀铁刀，保送总司，赶到表面浪向么保护呢？
俺就感到算是没太阳，感到要看光明个呀，他他。这个是个啥菜的？么才是江南菜？吃你个泡馍是娘娘才来塞，大棒炒的酱，那是人才不贵，那几位大神迷得谁上海？我妈想求你也是兄妹，他他们不要哭呢，那你的眼睛哭不起个呀，上眼睛还有哭得起了哭不起还有个，有种人的眼睛啦哭子三日三夜，只要一把热馒头哈了一口，一啥么啥啥哭不出个，但是有种人的眼睛哭不起个呀，三位这个刺痛一来是像送上风的，马上羞羞红是像好的这个脸子，风湿嘛就是个种眼睛呀，他他们好说不要哭，那可怜眼睛羞羞感到才要看高明个呀，不然你这老师你晓得子要吃十几个啊，那不要哭，那要病日，那也是怪在风湿别哭，风湿心里下也是难过，想想我们的家事如果出一分的辰光，好等的地面，好等的恩爱，但是今朝旁头为的是十二种结局，再一到教室旁头看上去只有三斤蒙文，哭得来就七八成声，车子再来的个跨年，啷哩啷嘟，一些些功夫已经回到至司令部的定心之下。车子停，那么也开出门子，那么往往心里想整个结个这样啊，没时间哭，打我车子，外边谁也看见，刚起来露馅子呀，那么拿白的。王妈蛮聪明，急中生智，就是一面了啦开出门，一面了啦躲着后。他他，我打那五个呀，说啥黑里只啥胡，你啥好不是呀？风景的呀，没啥好，会说么一日头，那么好在哇，会说来到这那眼睛里想着哇，阿是咯，那好说眼睛不要张开，我快交代眼睛按摩，你当那摩哈子才能到来朗向房间里，眼睛里点子点眼也是，会说来着吃来嘛，那就十几只，那阿晓得咯，都在后面阿懂，风是聪明的，王妈是得赞同的。所以眼睛弄块酒袋出来，眼睛拉下一坐，另外一只水马上往妈肩膀拉下一打，这个两高头拍的根本就没气了。哎，太太不要紧的啊，哎，那打老子牛牛打那摸哈子摸睁开啊，那当心，那么要无处之灾，哎，那么要哎上家也在啊，那慢慢弄好在啊。哎，那么要上来几只，慢慢叫啊！那当心啊，我猜落着呢。哎，那么房间里么多多灾，房间里你们多呀，不要。那么男要哭嘛，男就唱唱夸夸的哭吧。这个鬼子的石头尖带的一个，风湿脑子皮板，啪沙拉下一动，你冒成沙拉下一扑。哎各地人家来个委屈，各地人家来个相思，三个像往后绝地，哇！一想起你，娘里唱唱夸夸的哭一哭，试唱一下。刚刚失意的一失意，只听见刘哇啦一声，将军回府。哎呦我娘，哎呦我娘，不好在，不好在玩。哪能你这老师你叫不走来，挨不走来，你个关键辰光走来再讲。太太，那我说我们去可在，快点杀出！宁呀，也不是机器了。哦，那就是杀出谁杀出个？这个哪杀得来呢？哎呦我娘，那么好在玩，那么要抢糖就我在玩。太太，那我说忙着你让快点开，那眼睛闭拢，那不要想，我来来对付你这老死人。王妈妈见义勇为的，你三个养狗三年磨了，现在终生脾气的，我来对付你。
只听见后气浪响，不楞噔噔噔噔，雷德是走来的。那么雷德是按于计划日将分走来，三日三夜，那十二点辰光不走来，是不是个雷德是？自从太子那生风时，以前得担子那个人，也分得担那个心。有什么的呀？该桩事体是肉条里缝隙分牛似的呀。所以搿只面孔一日戴上，可吃不啦？最迷的。辰光一长，没留得是不来三次。俺是听我师讲个女人死光个啥哈？我一群蹲辣屋里向看那个啥，可吃不啦？个面孔么？身上一吃呢，吃起，尽靠我吃。我打大上海饭店。班子的上房间，哈有呼叉叉呼叉叉，金盏蜘蛛火，门盏八来火，呼天呼地。那么没喊得了外头呼不那干嘛的你也走来子呢？切呀！那头面个雷德事件从来不读书啊，从来不扣班。金盏不知啥人送子一样么事不理，弄个班子搬下来。就是班子上头有新木个编辑，道上犯家事，特西归来。犯家书，犯家书，那搿个名字说得了。哦，不是这样个子，是俺的老前辈嘞。搿上来是一般个称呼没厉害出来的。刷起么高起步送礼的男人还是比较加一倍了。哦，怪不得五不三三牛来买不了半撇皮半撇个噻，最近走来个噻。那那个女的是心里想天上不落子，别我们能让外头花天坠地，屋里向高起步来一倍了，让做济公娘安个是不来事个，一害我背身上像暗哭哭个玩。个女的是自私的发得脸，哎。以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自家外头可以胡作非为，你高起步有点少，抬也别去抬。走去，让我去上趟草。也想到屋里向关着两个卫兵，都翻箱，我也推推脚要上去，不晓得谁关着呀？你走来么？两个卫兵往上一上，将军回府，翻起过来，喊呀喊子出来，让我上去。不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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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家中两高的三个像都来句发门雨后应开俺、啊、回来了。哦，家中难辛苦子呀，也去拿着麦子一高浪下去过一过。家中那样不够啊，那那三年三月翻这两次那忙了，俺、啊、外面公事忙。哎，我妈太太热呢。他们三个代理通有点不大资深，上浪向宽泰一些。那么家中男二要先到舞台，也他该看唱唱唱，丢丢精神吧。王毛三阿姨上新路的自在舞台去，电池顶烂个风气。我不说接我去，我随时要出来干面头的。马正上门是噔噔噔，一步一步走过来，啊。俺已经回来了，你也不晓得吗？怎么还在睡大觉？我这个提高浪想大一步不够来了，随马子那个当胸扎一步，三个男人做事业只是个努力垫起来的，带了这面孔一看，他娘的，你这个眼睛红红的，你又在哭。俺自从娶了你，你是早也哭晚也哭，今天哭明天哭，你要哭是谁呀？不呀！努力忙着上浪上一多的月，缝隙不里多单子上浪还不够讲，眼睛上浪下唱一唱，吃了等于发理一理。将军，你干嘛呀？我没有哭啊，没哭，没哭！你这个眼睛怎么是红的啊？俺
俺晓得的，你又在想那个小白脸嘞？王毛眼睛是盖子快满进沟嘞，将军，俺就是俺的啊，俺们真正都快来不及的，要看冤枉他他呢。我嘛，俺真是冤死了啊！他一天到晚阔阔，天天天天阔阔，他这个面孔像个过生。那不要理智生物，给他面孔像过生，那个见阎王个儿子生得出来。来，我说卡不灭吧，女的是满进这个来面孔哈拉一口。我嘛，俺啥个地方对他不好？啊，你倒是说说看，他一天到晚阔阔，天天天天阔阔，他这是在挫俺的眉头嘛？将军，俺不要看盯牢他他，他看该啥几颗没？俺们我好怎样？我才晓得个呀。对，俺是要问你，王茂山谁弄的石膏是哪下来？总是弄不清上来。哎，俺不要看门哎，我才晓得个。那你说，也讲嘛？我自己做事情不还不得背来粗的呀，他他给外地上个苦门找不到自己才晓得个呀，给外地上个苦门将军给外来呀啊啊外开门谁外呀啊啊啊难啊，可累就是把你弄得了鞋子出来的呀，王妈那手不是谁走得出的了。王妈王妈，俺在问你说话嘞，你怎么唱起这个戏文来嘞？跟我讲说你呀，我平常你家欢喜听讲戏文戏的呀，一个不当心嘛，我要来吃两个呀。俺在问你说话，我让外婆那呀，他他外爹上课嘛，给外子那呀。为了俺，俺又没有翘辫子。这个呀，那辫子嘛翻翘呀，那到底三年三样翻着来这样二十六，那想想可能，那衣服是一般性的人了，二十那官嘛走来是那头，地位嘛是那高，钞票嘛是那给，俺的有家嘛一日都，那么我的太太没把那个小心，给二十星期有几个了。要把他这三个要干来心上难在，奴子嘴巴上两个钢刀，但是那个台阶里想插一刀，啊，要不是嘛，奴子乌合上两个手枪，但是那胸口里啪一枪。王妈，你怎么老是讲这种不吉利的说话？不是不吉利呀，可他他给心里想急呀，难想的哪里去都快的，到底说说叫个呀，二十。都要那个都快的呀，他他该只乎爱难的了儿子，那一人不需要什么该心里要节俭，该心里节俭没有难够俭，难够俭没有伤心俭，伤心俭没该要哭俭，该哭了一日伤心嘛，就是爱难能死他哟。跟王妈长直播是说的为他飞的，说得通的。男人不写信一直不走，这么高支付个担心哭他脸上么正常的不得了。雷都是阿星阿星，你当时讲个，相信担心我了，我非是三年三样不住，我三个我三年不住，你家父也哭了还，顶喊我死了阿对了还。那么王妈为啥也是俺讲嘛？王妈爹皮，你见一米当心啊，光两米，该子那缝隙个米粒，不想说真话，不得了缝隙。雷都是那翻口口里粗中有细。对上门是一口一上鼻啊，缝隙是拉下只喊个鸡呗，出鸡告子。平常你想来登了屋里下，不是玉衣，谁是困衣，不会得扎扎鸡呗。现在不打那读书。王妈，你说的对，这个呢是俺做的不对。俺今后外面公事忙呢，俺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好让你们放心啊。这个太太，那念休息吧啊！你说一会儿，俺要下楼嘞。对不住嘞，带王妈屁股好好等我嘞。哦，你有事吗？累得如此，王妈眼睛最大上半边，他他搿只老死人分偏个啥性格？搿跑个辰光带我直播画画，搿还要瞒我个开工嘞。哎呦！
先生那么讲着，说啥黑个事体瞒不过那个呀？也就侬王妈再睡下一步，王妈，堂堂，那不要是奶奶啊，还是自家的日脚子，那我也不晓得我王妈个外人了啊。我里个年年么穷个，学么热个，我倒是热血万子呀！哎哎，那你是凶，我也是发麻将个；那你是做你么，我倒也是苦脑子那个啊！我不会得头发得白了，小不提一家个，那放心好在，我不会吓三五四个。王妈，哎呦我奶，我还没讲到是奶奶，我也不相信么，奶奶弄法呢？根本老太太，我今朝他那发个债了，哎。要不到我今朝，那让老师你蛮热，还三不四的啥么？发我小时代让上个顶，哎，同来高家在门贴几个啊哈！哪能总相信这么？那么王毛下楼，带伊他开，来的是了让吃水果，拿着水果门前推一推么？王毛上来几个里，家中，接着呢家中了让请儿子，王毛，俺问你。那将军对你怎么样？那将军对我是天地良心。那么你对俺将军呢？我对那将军是良心天地。王毛长嘴巴带歪歪，你对俺要好的好讲。将军难想的，我拎得清个呀。二十岁，我王毛到李郎家来么，服侍个家属太太个。那么后来嘛，常说他他狗特子嘛，那样分我也帮你生意呀，啊是咯，人家屋里向娘儿子才要我姓三个呀，女子三个人家金三大总统人呢，王一人、十一人，连着好几人在呀，啊是咯，那这样就待我好个，我王妈也是好求的呀，虽然我老家也不开，我三年常说饭桌开着呀。我老奶奶也不开口呀，我等了李郎家要服侍那这样忠狗，我待那忠心狗。既然这个样，那么你知不知道俺为什么让你伺候这个太太？我晓得个，来叫我服侍你个太太，一直来么要照顾个服侍个，顶顶要紧么要顶牢个。嗯，那你看着他们有啊，可老个。我可怜老来只要开门干活，干到东，我到东，干到西，我到西，来到该上次生，我也要赶紧开个。好，既然这个样，那你说，他今天究竟是为啥要哭？耶，为啥要哭嘛？找不到是为着难呀，难想呢，难都是啥了？新婚夫妻呀，那样五百个万，奴该屋里乖乖三年三夜么？该还是要难过个了。啊，外面公事忙哎，忙点啥家？俺们俺的公事忙嘞，俺不要骗我子，俺们才晓得个，俺们辛苦劳动三年下，第四年就要秋爸爸。那么一了让俺的呼叉叉了呼叉叉，个斗命个王毛谁没法够的？那就是这个样，他也用不着要夸。不是呀，家中难想呢，难都到底新婚夫妻，难都啥人光好你个了？哎，你说呢？那是你在忙起头子，我到基佬了还，难都好你们是叫巧观音三年龙二十九啊是？那么今朝只有请你出去了呀，我也烦没个了呀。那奴该屋里向乖乖三日天嘛，该心里想是要难过的呀，所以到该要伤心，该要哭，该哭了一直伤心嘛，失明的那个爱人娘哎。王妈，你也没有说老实说话，我讲个啥是老实闲话啊？不对，太太她今天是出去过来。哥哥们，王妈想盖个门房子，是出去过呀。哥哥们，这样就难道没吃瓜盖个？哎，是我吃的该吃开个。我可该等了屋里向一年到夜，哭吃不了，我舞到塌塌，那心里不称心嘛。那还要到外头看宝宝吧？该舞到我小宝喂，也没上上户宝喂。我舞到哥们呢，还要到石沙海看看看吧，都蛮好不是呀个呀。给不能吃的了都十三海开个雷德瑞听带着十三海吃满冰水吃了十三海十三海
还缺过呢。啊，那我妈你说在石上海有没有看见那个小白丽？啊，说个二姐，石上海看见了小白丽没有？啊，俺在问你说话，你这个眼睛别啥别啥干嘛？别啥别啥嘛，有毛病，有啥眼望个毛病个呀？该要啥起来，有自个呀，可欺负自个呀？啊，这样就难买个啥个？啊，石上海俺看见小白丽啊是，看见个，看见个，石头看见是个小白丽。那你说啊，这个小白脸长什么样，多大的年纪，身上什么打扮，他们两个人见了面说了些什么话，两个人有什么情人的举动，你说你说。将军，那这个事我们难叫你哪能设法子呢？啊是，个十三还有个小白脸嘛，有这么十天不塞，有这么年纪三岁，有这么三十三吃的在瘦瘦刮个人的口上开到牙买亲吧，到腰子小白脸。那哪能无得吃个家，啥个牛里他他们大概都没刚炸，我要有啥个亲一个激动，那要真正没把乌鸡走了，俺就开拖着乌鸡走走走。雷都是带着妈妈那让手的啥个文明的呀，俺不是说这个小白脸，俺是说太太那个眼前的那个小白脸。一些个那个眼前的那个姓范的，啥个姓范啊？那个姓范的叫范家树，那个一棵树的树，范范范家日，范家日嘛，范可见完，可见这两口牙流日。雷都是带着妈妈王妈，你今在神仙了当个爹比啊？范家是龙胆子，牙流日是老乡吃子，今在发不得好的，不能吃吃，你不肯讲来在我嘞。个篮子走得出个，搁上满个面孔，哈了，弄出来水子呀，身边摸出来股水香，吃得快了。王妈，你今天说不说老实话？你不说老实话，俺把你拉出去枪毙！哎呦，我们要吃枪毙噻，一把枪毙，两把枪毙，真正要哈杀的。将军，俺不是奶奶，俺一个是小洋婆呀。那样跑一下牙娘要拔牙个呀，那我说放心开呢，我哈个呀。那你说太太今天究竟是为啥要哭？为啥要哭嘛，找不到滋味子那样。不对，哦不对，王妈想哥哥黑，我不能再上个手起，再上个手起来这一番买钱的不相信，白眼心地里愚出来，干嘛想啥个娘奴该张是几张对张家张在白人身上去，张在少年身上嘛四个杀气的不送重视呀，哈有个个四个杀气的不是两个人不是两个枪，个王毛真的聪明的，你再给我这样设施发门了，你为他逼死了，你为他操作给家中那背后门的他他竟做到点外点杀个苦门，那怎么是老人是无子呀？对，俺就是要听这个老师说话，用不到他他给究竟外点啥苦门，给外来外开外子四个三千多啊！个女都是一听一哈的嘞，说四个三千多，不是一个，是俺结果的。什么四个三千多？喏，保送总是四个三千多呀，那呀三可千万。赶到四家的跟着他他多的十三孩子三个人拉里的擦三五百万发个钱怎么样？哎呦我呢也不吃醋嘛，看来王冲身上十三孩子这张户没吃开心开嘛，赶到呀不要开心开，谢谢叫奴不人家小哥们长杀他，那么我要报到牛牛太郎嘛，天牛牛吃家中那里只要是那叫饭客见外，该都要发现家中夫吃开个金乌饼吧，三个人要风都是放吃开个牙齿的了，家干嘛这样？哦，为此天地女女就是为了这个要夸，不是呀，我理他他们有面子的呀，个李志阳是谁呀？啥个腔调呢？个太太关照我，开关照个东，你只是那个，难道要吃牛肉吗？我太太来吃东边吗？你吃太牛的家中夫个蛋糕，
雷德日一听冯西格地带做的对个，这个他做的还是不错，那后来怎么样？根本我开关照给都这样，我不知道难道是个啥天道，谁家下个鸭子家啊？难道不要人奶奶？难道再是那王英不发吗？他他要母子耶？奶阿晓得该到该着他他的面，该到屋点啥？该到屋到什么太太了？表面上的太太。俺弟又是将军官场楼里可老干个，该是楼里个酒饭。雷德日一听也死夸张，这个世高头各种闲话哪还讲出来呢？一个也抱了肚皮里向，心在不行的。这个说话是说的不对，那后来怎么样？根本我没办法这样，我只好弄来将军今日早把接出来这样。我问道：难道是个啥天道？难道一听什么呢？难道再不听实话，我外头走开，我要报告将军在，将军要请难道七军官，他们害怕嘞，吓嘞，那也不要太掉啊，该到真也不吓嘞，该到不到将军，将军嘛直接一进家，该到不当那将军，当那夹眼个，连金带蛇个，夹眼到也在楼高的嘞，他是。雷德日一听这个世高头也死夸张，说的是那让太上过去怎么啊？那么就是为了这个赔了钱，所以太太要活，不是个呀？那么后来牛牛太郎下面摆他这十块洋的，连到我们也贴他这六个洋的进贡的，我自家的进贡的啊。那么他他给外头走来嘛，给心里想想想，到底哪个个呀？我到底啥了？我到底表面上像也是将军太太呀？啥个我里个将军夫人一点点地位也没不个呀啊！不该多么当自由饭个，弄那将军么当夹眼个，那么该心里想难过嘞，外头走来么该想来抱老子难苦受个呀，吃啥子那里个老死人啊？哦，不是呀，你生老死人么做爹呀？还是女人把男人发爹么？还是要么死人个咯？哦，爱上死人是发爹。手上掉了还，那俺这个死人怎么样呢？这出来我也好不得了。现在这男这个死人，平常你家服了我里面倒服妖精个，男今朝服了我里面，他给妖仙做点五点吃斋，那么该子好报了这个灾难，无不无不可灾，俺都试试看呐，他玩来玩开，俺是玩这四个杀千刀。雷德日一听是不两枪子，这个四高头不吃上我了，不把王发了孩子。俺说来呀，把这个四个杀千刀给俺叫进来。是。王毛一听开心啊，那么发孩子呀，四个杀千刀要吃上我再打我不打架子呀，我里个太太好狗乖子呀。你这个不是见王毛只对雷德日现人们发挥斗作用，披头戴子接受，辛苦我打进。出孩子，葛么师傅上台呢？不有只文章播出的节目是啥呢？大家来猜一猜，答案呢？文章来告诉大家。这位，春日已云，康丽行生。今个节气，何卫东、贾春来、王清怡共同主唱，唱响平台海神吟。唱歌比那真个朋友，跟着大家嗨，和你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那么今朝呢，继续为您播放春雨氤氲江苏省平台头青年抗力江春来、王清怡的个人专场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子。首先呢，请大家欣赏开篇《孔雀东南飞》。
A 组作品呢是由华菊斌老师作词，原唱呢是余三良、华琴。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了鲁将军一桩婚姻的悲剧。孔叔子封建礼节的残酷无情，故从之翟仲卿刘兰芝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的精神。观众朋友呢，可以一来来看看贾春来、王清怡还对千年抗礼，对先生余三良、王琴悉心传阅隋唐画的继承的大致呐。
我
谁住下坟一中悲寂谋的黑世人那我已经向大家预告过着，咁今朝啊，你到个先生余三良呢也等待着。但你到夫妻两家头合作马丽君的三位，三夫妻相会。一位是呢，当年是余三良、王琴夫妻档的诺水师母，为因此诺子发赛大奖了。咁今朝呢，来世到台以三哥档为上个舞台演过呢，一带来看一看。王夫少，既然要害你，皇帝要捉你，所以等些生色得到消息，无常开口，那么够到金人，把你得中头名无常人。今朝要去拜见你个恩师大人，兵部尚书李明瑛。现在个王夫少已经全部改他，发觉眉毛不同以前。眉心当中弟子一抬，朱砂红肌。改变一下，名字当然不能叫王夫少，一叫王夫少，个丑八，改他改啥个？龙在心，一条龙个龙，在位在正心的心，名字起得好，黑得像，写出来漂亮，还有意思，啥个意思？我等些是外加的啥？所以一个人起名字啊，等于刚需，既然要写出来好看，还要有意义，外加要喊出来好听，发哈气的。有两个朋友写出来蛮好，意思也不错，喊出来难听。我有个弟兄，最近养个儿子，哎呦，都去忙里帮你起名字，叫啥名字呢？哎，一个光耀祖先的耀，蛮好。将来再喊么，出国旅游。累了美国登了联合国工作，一个李耀莲，哎，名字倒不错，发现那个姓福林，姓啥？姓薄，不要脸。还有个弟兄，还养这个女子，我有个名字还好叫是，叫啥？大玉作为那个作，要用配高峰，一个配叫作配，结果个出来姓何，叫何作配。为金山去摘肉，各位，哎呀，高朋满座啊！个名字才起得好，那非讲文道，你叫低点，是不是过了你个？你个挖机变也，你这叫张克金老师，张克金啊，这个名字叫啊，刻苦勤奋，足以成为挖机大师。个名字阿玲，哎呀，啪啪水个的。慢慢讲，还有哈个名字了，哎，但还有个困级变也，你这叫。林继飞，林继飞，林继飞，继继往开来，卓尔不菲，个名字阿林。再好了，什么了？必须当中了让突然面孔的金立生，一个平台大师，还是一个国家级传承人，金立生老师，这个名字真的起得啊，还得啥实惠？刚刚你都才有点虚的，啊，什么继往开来了？这打不打比一个？一个名字真正实惠，金立生，金立生，
黄金是他家里生产的金利生啊，所以羽动你的不得了，你看个金丝毛胖多多红白都出养得起花了的，所以他金利生呢是一笔我的名字不灵，我是也发现你进来是人有善良有理有气，三高八气，不良三气，这名字不能呀！不，先生，哎，你还晓得你娘搞的谁？是因为你名字好，所以了把来的。我名字好，好哇！好了，罗大家，有善良，有善良，有大善人，有有某某，送善受良，有善良。哎呦！中学生是跟我算账的，是吧？有点出色的，这嘴巴会讲的，那是比我走得快。这个名字灵的，是我的名字算得还可以。龙在心，这个名字算得还要灵。现在到兵部府，观察其他人出去，就找单单那个龙在心留下来，晓得个？我是副上元，门在做兵马大元帅，身上肯定有军机一事问我，所以。所以在某队浪向一方对神的嘛邓先生开口，哎，但是那个先生还不开口，这个一位相貌堂堂的李东人不是本人，谁是那王府少府这是要像个非婚妻马丽君小姐，马丽君小姐不得了，女扮男装各种上流，永生兵部尚书，来了府上里向。身为知客之责，历经各式面对，这个龙府上绝有可能谁自告非婚夫，别个吃不准。走进这屋里向，接坐下正台，店里老乡来看看，龙先生最努力高的，十个字啊，顶风兵为白哈子一个娘。杀你们！马丽君闺中美女哪娘的男苏应心，因为你见过王府少府而是印象极深，两家的商量无论是谁家，我就搬了屏风背后啊，是了不是我为的多一个恶怪之不呢，假使是王府少府，我就来屏风浪向多多靠两起，不要是四个那谁家谁哈的非婚子身上作对，假使不是王府少府，我就来屏风浪向多看一气，表示那些家生意之下勾勾带带。你那让死死呆呆苦么？跟你两高的水上个眼瞪瞪熟了了，哎呀，没记性。这个，让我细想两句闲话，到你来敷衍敷衍。啊，龙女兄。来者，军机一事，门生三，请请进。好，那么我女人家开上吧，你讲二十。哎呀，我来这些的女子开上吧，服役呀。桂香可是好光景。这个履历背上闪闪了呀，夫人，朕那是领着领导哈，要进来起来。啥子？过去荣光的人讲规矩，提着爷娘背履历起来，为代表是对长辈的尊敬。那么发现现在上，现在啥个尊敬了？现在是先奴再再狠，屋里向生子生奴，屋里向拉倒，阿掉哈不？地位再低，阿哥现在从称呼不能你们调调五毛，阿调汉不就汉听。现在两个山区上，现在八个那个，我听见隔壁邻居嚷嚷训儿子，你什么不能叫干嘛？总要放个老，蛮好的爸爸，哎，老爸，王伯叫老爸，妈妈老妈，哥哥老哥，你姐姐呢？老姐，那你外婆呢？老婆。发出把你想起来个丫头子，我得不得了！你这个小错了，什么就不给你叫出来的？一个小孩子要知书达理，老爸，我知书达理，我懂的，你懂的？什么叫知书达理？老爸，就是有知识，看书没用，还要送礼才能找到工作，叫知书达理。你个秀才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哎，老爸，我帮你对个下联。那个谁出来？那对多了五联，什么下联？老爸，你上联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的下联是钱到月底不够花。那个谁出来？现在总是一句，龙王特子，这些辰光几乎讲规矩来，家父母。托付安康，请受请受，甘受。几位困受，单身一男，空余姊妹，帅气一人，领进上，上帝出家。哎，这祝你的一时辰光敷衍我门光子呀，苏姑娘，你那文不动人个呢？你那少几家，这到底讲少汉呢？哎呀，哎呀，该高兴的，俺龙发你，我在黑街坊街么受啥个名堂呢？啊，龙年秀武，来着，哎，我傅一光军机也是能胜噻。天成之后，说得了，你叫儿是跪下叩着后光君下，要来的这那是领子领当汉，要尽力起来，金山忙啥子，家父母托付安康，千手千手感受居位困中，单身一男空余姊妹，帅气人上帝出家，那也再来第三遍了。马丽君面孔涨得羞红，真的三只地动周周。苏姑娘，你哪找得的呀？病了有点不声音。哎呀，这三句话的，阿为的不了有点困着个咋？困着，眼睛觉得比鬼有万动。什么上帝不看你？吃不准呀！初看是王府少，细看不是王府少。为啥？面孔、身材、嘴里的样子、讲闲话声音，侪是王府少。但是眉心当中都是一滩紫砂红肌。三个初三的辰光看得清清爽爽，王府少历史不肉，非要实际，连他自然不一力。太极太极嘛，让羊头被你打出来，后天三不出的呀，四五七不出，王兵日兵。格来嘛，允许的收银子，从小辈子也是要上头，肚皮里向还是知识很多。你晓得历史浪向有不少英勇，为此轰轰烈烈大歌一番，不是毁容。王府少也就是啊，一旦皇帝要做你，今日要害你，你上头不能认出来。会用吧，不说的，所以天外星原本是帮弟子上一台机，但那是王府少娘我可怜。哦哟，妹妹姐，你个小家现在做这个男人是不得了子，那我们这些人，我们男子还不怎样怎样，你们越叫么是肉是肉，你是看不起你女人的。可是今朝我不想女子，还要来接接那个大男人。那是也是要当班当官的呀，洗个紫绸就得睡了平门浪向，看没看两起距离，慌拉一拉开。不，哦，喂哈喂哈，分分拉开。哎，不是那事情，这个写好字了，肯定谁是那个非婚夫，辈子。多多两气呀，邓子也说那说这一气啊，哎呀，说数字不呢，可他还是些好字，不是那个非婚夫啊。不，那么龙不清桑的，你说你四宝你只有还是两气，你说你不四宝你多一气，谁叫不是个他常常又在多一句，谁叫不是的分子高？哎呀，宋姑娘，这个鬼子们分商量好的呀，到底是不是
个家。哎呦，那个聪明人好会的接到十行的，哎呀，那十行，说不多着。心开心，适可而止，毕竟是被谢家的终身，还是娘的顶顶心吧。那么这几个知识学的，谁来闭门老乡？都。心中开心啊，可是留下来我在心上的好好的收账。耶，王夫人或者几把上不来去才接力过落接力过落家，大概满足难容，不过东乡嘛神就一言不发。那个马先生心里想定了，这个三疯子供不起仇，谁是个真是要像个非婚夫王夫山河，然后呢对你一口呢，这个小凤是阿爷神奇家，真个灵光的。来，马下不听，付出个良心那好了，试试你个良心看。啊，龙弟兄，那么军机也是来着，门神山，天是你兄，山飞翠。那么这个问题叫这那是那么你兄扣人配对姻亲么，门的安配亲我这国的心意儿子，正因为三个出身比这里引得忙你军事要这样配对姻亲，得这一次小鸡是六块币，我告诉你告诉你擦家地比光，你在门我安配亲了配的少年忙力军，我这个名字拆开我的真实身份马上暴露，谁都不能对讲满丽君，不讲满丽君丢他个姓，不姓马，姓邓邓丽君，我哪对得起神武人让我心目当中的位置不能够替代满丽君，说声勾了个菜上了个当，山那飞山飞真的没良心，你们来这拍车不是把你谁是偶像，哦这一项不好挂理，你是拍子我背了门的拍少年马一军三子吃亏，那你的身份谁也白了，这是什么啊，你就是接着你兄上位配亲，嗯，那么扣押下不为你批一名门妻亲，那哎阿英的先生他的聪明啊，哦那么动着杀的军机也是了聪明人，心里黑个我十行都不个事体，屋里向擦家地皮光，我还配多了啥个亲啊？小猴子血气方刚，果然分内外这么立功介绍，一路都要。恩师大人，所以军机要是门生，理当洗耳恭听；说不要是门生，说是自己身家。那块鱼娃子是无娃子边，没功夫等了给他听那个海文。要赞哟，这个玩意没说过呢。哎哟，那个脾气十行都是。这样来告知不来，我非要吃亏个。你不该错啊！这奴才当真是个小姑娘了，你凶啥？你凶多？可辨明身份，毕竟我是先生，你是学生子呀。那遇上先生的面上先试试，学生子一时的，不知先生面孔不离苦苦。那马三娇，尽管顾不住得头，毕竟年岁分担，为的小奴脾气了。现在改革上队们面孔一如一白，你兄是你是相识好别当真，说是求了你兄定于也是相伤，相下不应对一那谁为我的关后子，我不能与废抗面孔一白
先生呀，我是好生子呀，你这么你们还是为我吧，那啥为我迷宫一了一了叫小伙子拎得清的，又经对神的身体不足了，恩师大人门神龙马为情，恩师大人都都牛亮今天破给给来不会出不得没这一项里面就靠门上列刷机等待过山领兵出征，他是你对象十次子，将来男人大起个问，是啊，我要试试你个胆量看。啊，龙爷兄，恩师大人，将你贵姓石龙，正是，故怀在心，不差。下官在想，这龙内妄想皆是浮云。你说，想你的真心，莫非乃是枉夫？个个不过是出来，这我的脑。当中，啊、一个漂亮，啥体也这样精神，啥体也这样哈。不过是，龙内妄想最是敷衍。龙是皇帝的象征，最是敷个印章，最是出头高一点，就是王府的府。往出头少一点，就是灾位的灾。所以呢，福建的龙在心，实际上想来，福姓王府乃是阿对，哪行不是？我哥哥前头两个字，谁是那王府抗日理想最后一个姓？我谁是要真心问定，送信王府？哎呀，我得的。娘女我一个神那几种都是与你应恰有小丁在想插花明月在我的愿望早已十分明我的紫砂红旗就不用一定聪明的旅当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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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上等待把枪通三军是指望将谁是与那巨谋请那之下谁的功名和一路云他去少林我即刻也必须神仙后日雪黑深处能把父亲误为弟弟生死永不明怎能够去为去怎能够杀
的玉钗么怎能敢是奸人？怎能敢真相的么怎能敢扬眉？送证据门庭么分明是机关败露，不能承认我的冲天大志呀，花灰神。在这里的今朝第二期故里十二人还是瓦人几十还是重量是要害我还是要帮我既然已经出帮了对于口头血口泪皇父们的大夫人给太太心有雷杀死啊夫人给鬼杀生带皇父杀我说了后啊他死之这么个样当我一样个样压力子啊人之不为所以现在大概他本来宁后要去背西山兰恩斯都但是书记胖又一听啪对的心爱心就是声音把高称后第二天吕大那是你喝得了真呀我笨蛋原来王府有种子两字杀我是农民的吉祥立功举步什么与死杀的那真相的我那吉祥谁的功名哦你龙真正乃是么提忙晚风一家人么亲着你生死求命你的大人你在忠良后口也能生真正的奴子后那么大地呢神话实在太子我的在十八大家庭下两大家的欢迎大家好你来可是四天的春雨营刚受伤并带头请你看你这样成了瓦青仪的高宁州长大家可能还会发情伤了你都两个的是上港日报赤东这个有通沟二十多年来了苏德拉下的警分跟踪拉拉一车唱出那些谁发现的谁我身为之平台高的明星现在呢一代七明星真的是偶尔的升起来拉发就将来毕竟爷爷生辉大放挂彩从五个礼拜开始你也不放于把自然来思开刚刚上批评我吉隆和刚那只天子高烧人来看看吉隆挖机废物司法来的受罪会发生的上个时期呢这位9月18号起，评话名家庞志豪《趣说乾隆下江南》，讲述天子苏州情。